体育首发创作挑战赛，19岁的徐昕就这样改写了青岛男篮的结局，苦尽甘来终无憾。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对阵青岛男篮的比赛，徐昕终于打出了霸气。照目前来看，经验和力量是徐昕需加倍努力的。广东这批年轻球员进步真系太慢了，和广州队年轻才俊真系没法比。培养年轻球员方面，郭指导比杜指导强，关键在精神方面，徐昕加强力量，多刷经验，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中锋本来就晚成才，才19岁，好好磨练技术不好吗？我看了比赛，徐昕和黄明一防守差点意思，不会提前判断篮板球落位，也不会卡位，黄明一就是大漏勺，几次篮板球掉下来身边都错过。张明驰一防一防守有些经验，就是速度慢，跑不起来。广东现在主力框架全部是98后，内线是01后，广东都没有崩盘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徐昕只是打了一场好球而已，还是要多给几年打磨，希望下次碰到杨汉森，徐昕能拿15+10。中国篮球需要年轻一代能有一代新的余量对抗，互相提高，只有互相能对抗的对手才能有提高。就像当年的姚明和王治郅，现在的广东没有正经的青训，靠威马组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你很久看不见院士跑轰了，你放走了赵睿，剩下的国内班底水平一般般，杜峰玩个心理就是忽悠，过吉林过天津都费劲了，你不再是第一梯队了。广东队年轻球员对比赛的渴望没有广州队年轻队员强，个人认为广东队年轻球员进步慢也跟杜指导的五上五下有关，也就是所谓的未学行先学跑，盼望广东年轻球员端正比赛态度，认认真真刻苦训练，争取尽早挑大梁。本赛季徐昕打得确实不错，继续努力。杜峰也不要过分自信，你坐拥三名国手，青岛有一名吗？什么叫逆袭？客观地说，两队各打了两节好球，不是吗？正确的评价是，两队都没有放弃，打出了精气神。杨汉森用实力告诉了球迷，我还有上升空间。广东的小外也用实力告诉了球迷，打关键球，我还是不会掉链子的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，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